坚强，却输得那么绝望，少给我一点希望，希望就不是奢望。可以吗 ？Thank you， 我还没有唱完呢。OK， 哎呀，你们太热情了。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其实我过去这半年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过去这半年呢，其实我在台湾在拍一个电视剧叫做姐妹，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演了姐妹这个电视剧，然后没想到演这个戏的时候我的手又断了第二次，之前是断右手，然后这次是断了左手这样子。然后不过不管怎么样，其实我很珍惜能够站在台上唱歌，尤其是回马来西亚站在马来西亚的舞台上唱歌给所有喜欢我的马来西亚的歌迷朋友听。OK， 然后12月30号即将推出我的全新个人专辑，因为我其实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没有推出我的全新专辑，然后应该很快1月初就可以在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希望大家也期待我的新歌。OK， 好，那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就是在我拍的那个电视剧里面，我特别电视剧。拍太多电视剧有点台语腔了。电视剧，我特别为那个电视剧写的一个片尾曲，叫做《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送给你们。爱情的光泽在现实中消磨，可是我知道你懂，在困难的背后还有一万种坚持下去的理由。这地球天高地厚，陪你的是我，等你的是我。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你完成了我的灵魂，只想你了解爱可以多深，你的完美你让我的宇宙没有恨。每一次争辩太久，我比谁都还失落，是我不够成熟，才不能让你懂。如果我们都曾经为彼此而难过，有什么不能一起执着一起过？时光它予取予求，却证明有我，证明有永恒。为你我想做
做更好的人，你完成了我的灵魂，只想你了解爱可以多深，你的完美让我来完成，让我的宇宙没有痕，不是我的神，却给了我一生，你让不可能都变可能。谢谢，谢谢品冠，哇，品冠你好，刚才呢，品冠就跟我们的选手之一就是 Tracy 有这 crossover，然后我稍微的 wiki 了一下品冠，原来以前是雪龙中学歌唱比赛的冠军，哎，对耶，我都不好意思提了这个，为什么？还蛮糗的那时候，为什么？那个我唱那个歌，你唱什么歌？是一首老歌，再回首。不是不是，比这个更老。跟往事干杯。比这个更老，就叫《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杨昌有啊。这绿岛像一只船，在原野里摇呀摇。你糗是因为选曲吗？没有啊，因为这个不是安哥兰弟才听的歌吗？没有啦，我们叫它做文艺歌曲。文艺歌曲，对。那刚才品冠已经说了他的专辑很快就会发，对。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了他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姐妹，对。然后我都没有东西问了咯，因为主办人就会说要问金矿我，哦，金矿讲了哦，可是还有一个金矿还没有讲的。那我没讲啊，不关我事噶，佢嚟问噶咋？什么什么什么？结婚？你自己讲的年底结，有吗？我说过这个事吗？有，网上的新闻都有讲。啊，